开心啊，在陈妈妈心里啊，老早就是第一名了。所以在比赛以前呢，陈妈妈提供场地，你们好好努力的练习，好不好？哎，我给各位提供饮料。不管你们得第几名啊，陈妈妈一定请客，好不好？你们要吃什么最先讲啊？麦花吃炸鸡，我也是，我要巧克力，我要冰淇淋。好，通通没问题。哎，嘿，啊，还有一个。哎，对呀、啊。江碧君，你呢？对呀、啊，快说快说。我没有想要吃什么啦。陈妈妈，你可以让我们来这里练习，我已经觉得太好了。哎呀！哎，那我帮你想好了。哎呦，我真的要走了。哎，你们这几个小女生不是说好去看电影吗？看完了要早点回家哦。哦，对了，对，你到底看哪一家？快拉起来，快说，看电影去。你们俩自己弄东西吃，东西呢已经在冰箱里了。晚上我们爸爸有个应酬啊。好了。妈，来跟我前去吃面好了。不行，哥会弄东西给你吃嘛。哥弄难吃死了。哎，难吃又不是你一个人吃，我也要吃啊。妈，拜托了。好，你跟哥哥自己商量，我来不及了，我要去换衣服。哎，你们几个小女生记得看完电影要早点回家啊，别忘了。妈，放心，我要坐着看，我要坐着看。哎，给我看这个，看这个。不要，这部比较好看。姐，我刚刚跟你们去。不行啊，那你们留下来好了。为什么啊？因为我想听你们唱歌啊。真的啊？你不要听他乱讲，他们俩的阴谋诡计啊，我清楚得很。我？什么阴谋诡计啊？他们啊，想我留下来给他们当我巴掌，烧晚饭。哎，陈佳慧，我根本没有说话哎。那最好了。哎，你们洗好了没有啊？我说这个好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比较好啦。我来干嘛干嘛。瑞君姐姐，你晚上留下来陪我好不好？你跟那个东西真的那么难吃吗？对呀、啊，真的好难吃哦。而且我晚上我爸妈不在啊，他都不理我。陈家宝，你完了。哎，陈佳慧。到底有没有好看的？不然我们改天再去好了。为什么？他一个人在家太可怜了，我们留下来陪你好不好？好好好，好不好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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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你不要那么讨厌啦，不然这样说去哪里好了？今天要斗牛的，你怎么先跑了？哦，对啊，是今天啊。哎，有球赛，你居然也会忘？快点呐、啊，快点！哎，阿辉啊，我今天不打了啦。不打？为什么？我家里有事啊。哦，那我走。哎，不行啦，你不去他们会骂死的啦。哎呦，很重要的事，不回去不行啦。哎呀。Thank you.
呢？杯啊，杯，两个萝卜刚好。陈教授。是又爱开玩笑又会唱歌啊啊啊！陈波波，你也会唱歌啊？哎，开玩笑了，我跟你讲啊，当年你们陈伯母啊，就是因为我爸唱《青蛙受罪》来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唱《青蛙受罪》就可以跟老婆耶？那陈波波追公车要唱什么啊？哦，追公车，哎，那个简单，那个简单，那个，哎，是这样的啊，等起来呢，等起来呢，抓要帮我过几耶。什么？那个时候要唱《何日君再来》。别闹了好不好？好好好，这个时候我就要唱了。千山我独行，把笔相送，告辞。哈哈哈陈佳慧，干嘛？你爸还好？哎，你爸平常就这么喜欢开玩笑啊？对啊。你爸一点都不像爸爸，好诡异哦！你爸才诡异嘞！每次我去他家，他爸都在厕所里面看报纸骂立法院，他也不觉得臭啊！讨厌，哪有啊？陈家宝，下次江佩君来的时候，你不准跟他讲话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比较重要的事要跟他讲，而且你跟他乱讲什么啊？好嘛，可是他明天要来送我纸花，我不能跟他讲话。他明天要来啊？对啊。等一下。哎，他明天来的时候，我把这个交给他。哎，为什么？哎呀，你不要看看不懂英文的啦。哎，交给他的时候不准说是谁写的，叫他回家再看，知不知道？知道了。嗯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吓到你了。刚才我在那边赶活，好像听到有人来了。什么事啊？陈伯伯，这是我自己做的纸花，我是要送给陈家宝的。原本是要请佳慧带回来，但是
家里临时有事没有去学校，刚才想起来就送了过来，麻烦转交给他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人跑一趟了。没什么，我回家了。啊，好好好，哎。哎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流鼻血了！哎呀，快快快，到里面坐着，到里面坐着。哎呀，没关系，我扶着你，扶着你。慢点，慢点啊，前面有台阶啊。好好好，来来来。来。有没有好一点？有。我看你大概是贫血啊。我也不知道哎。啊，好，那陈波去忙了啊，我去拿本书给你看。来来看看啊，这本书上面都是图片，慢慢看啊。哦，有什么事叫我一声。居然吗？哎，英文说明你也看得懂啊？不用英文说明，我也看得懂。我爸爸是船长，他去过的地方都会寄明信片回来给我。哦，上次就是罗浮宫。对呀，对呀。哎，这个地方我来讲啊，这个是巴黎圣母院。对啊，钟楼怪人就住在里面。啊，钟楼怪人你也晓得啊？我在六年级的时候就已经把它看完了。哦，真的？我爸爸过年没有回来，我妈要喝醉了，所以我就把它看完了。对不起啊。哦，没关系没关系。我爸常常寄明信片回来，说他很想我，可是一回来他都不理我，不跟我说话，不像你会跟小孩子开玩笑。不，那个不是啊，我想啊，你爸爸还是很喜欢你。现在同学晕不晕了？啊，哦，对了，家俊把那个包包拿过来。爸，干什么啦？哎呀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在路上小心点啊，到家以后马上打个电话给我，让我知道你怎么样，好不好？陈伯伯，我要走了。哎，谢谢你。哎呦，佩姐姐，你要走了，我的指环呢？哎呦，有了有了，指环在里面。嗯，但是哥哥说不能告诉你是谁写的。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哎，江丽君，哎，给我吧。哎，江俊啊，江俊，你干什么？哎呦，你不知道，哎，他今下午在哭哎，你知不知道？他本来就很爱哭的嘛。哎呦，你不知道啦。你没有，反正你有必要带他们到家里来就是了嘛。到底为什么嘛？我不让谁到我们家来啊。妈，跟他说啊，不准叫佩君他们到我们家来了。哦，你哥也没说为什么。他不肯说啊。你们不懂嘛？哎呀，佳慧啊，
去做功课，让我来问他。哦，哎妈，你不要忘了，你已经答应过我，可以让他们在家里练习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妈，我先告诉你哦，不是我的事哦。谁的事儿？哎呀，你爸都已经跟我说了。啊？我呀，跟你一样，从第一次看见他们来唱歌，我就特别喜欢江佩君，因为啊，他最安静，也最懂事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些啊，本来是让你最喜欢他的事情，可是现在，可能也是现在最让你困扰的事情。什么意思啊？他呀，从小爸爸不在身边，家里就他一个小孩，太寂寞了，所以他不习惯跟别人一样，成天嘻嘻哈哈的谈天说地的，而且他要常常照顾他酗酒多病的母亲，所以。他很会做家事，也很懂事，换句话说，在某一方面来讲他比较早熟，当然不会像别的小女生一样很注意你这种小帅哥，因为男生女生喜欢来喜欢去的，在他认为是很幼稚的。另一方面，其实他比别的小女生更脆弱，更需要别人爱他，可是这种爱是像家人一样的温暖的体贴的，给他有所依靠的。你年纪还小，你心里啊对他的这份好感可能还不会是你这一生中最重要的恋爱吧？当然不是喽。可是儿子，你如果能够不因为自己被拒绝就把这份好感变成对人家的伤害，反而有一种体谅人家、了解人家，甚至于帮助人家的度量跟力量，妈呀，就觉得比什么都安慰了。你懂吗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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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不要了，我家有事，不然你们先练习好了，明天我到学校再跟你们请假。干嘛？哎，佳慧，佳慧，你看。你干什么？你进来啊！哎，你怕到我家啊？没有啊。你就进来啊，都走了啦。谢谢啊。哦，你是说喝的？我没什么啦，不要再被我弟喝了就好了嘛。你是不是希望有一个弟弟？我弟很喜欢你啊，而且我爸妈，我们全家都很喜欢你，你以后有空可以常到家里来玩嘛。我说真的。谢谢。哎，好了啦，我们现在正好位置练好了。哦，好。佩君，小佩君，快点快点，第一步先起音哦。听我把春水浇灌，看我把绿叶催花。哎，谁？